记了吧？哎，信您收到了。不收当信，大忙天还能来？啊，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啊，给，夏天也取出来了。银欢，啊，那妈批准你没有啊？我这，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说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着轻活。哎，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我早都跟他说过一百回了啊！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啦！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哼，我跟他说去。你去，他不骂死你。那你说咋办嘞？我也没办法。哎，银欢，哎呀，银欢，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呀，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哎呀，银欢，我，哎，银欢，咱都冷静点好不好？你别理我。银欢。自封你写信，要回家乡，咱全家一天都为你忙，俺的爹他为你。娘她为你做衣裳，小妹妹听说你要回家去，她给你疼了一张床，你早上不来等上午，上午不到等后上，天等来明天盼，等你盼你想你念你，谁知道你的心比那冰棍还凉啊。
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对，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他要是不叫去了，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撵到路上再说，这闹一步总比站住强吧。好，走就走。哎呀，走吧走吧，夜长梦多。走走。好，一块走吧。哎，山宝啊，我看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是，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了？那你把照片给我吧。给你？给我。咋？那又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你敢？哎，你看我敢不敢？好，你死吧，你死吧！你看我敢不敢？好，你死，你死，你死！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哎！好好好，跟着恁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儿，坐着吃一辈子吧。水气比以后上大小
起书。又苦了不是啊？我还笑了。一焕，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那说不定。你要去好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啊，好好好，但愿如此。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啊，你是说我嘞啊？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了？玉环，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了。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我感觉跟恁娘不一样。哎，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玉环，恁娘愁，俺娘也愁，两个娘愁的不相同。俺娘看不到农村去，便是生产大动手，恁娘把你留成是一心哑巴，命里求想把你变成摇钱树，拖住后腿死不丢，两条道路由你走。思一思，想一想，是谁？
是啊，太激动了。那咱走吧。走走。说说啊，别清官上任散把货，你看他处置像毛干事一样，要脸到咱的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啊。我知道了。你知道个啥？看这儿，看哟，这儿，这不，这儿，看哟，Thank you.
什么？啊？刚才爹跟你说了啥？哦，爹说，爹说你啊，下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不累，给，提提肩吧。你换啊，才下来呀、啊、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了。哎呀，你换，这干庄稼活啊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是咱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哦、待会儿到资料地我教教你。你咋恁自私啊，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资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好，就在这儿练。来来，好，你画看好。前腿弓，那个后腿蹬，大脚步刚稳劲儿是运，那个桃子苗好不发松，越越好不发松。让我来，好，你来。你前腿弓，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这个锄不好使，锄不哦，给给，再换一个，哎，换一个，好，再来。走，逃，逃，来！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看起来庄稼活非常艰难，谁呀谁知道？谁知道干起来就这样？你又甭来嫂子操。
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那到底是咋了？你别管，你别管，哎，担你的水，担你的水去呗。你滚！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哎，隐患，不能多担，你少担，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尖，一上练不出天大的钱。哎，你滚！家伙要经过艰苦锻炼，一天两天学不完。林焕，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吧。哎，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呀，你看你别着急嘛。咋？跟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你。哎，你今儿啥？好好好，你慢慢担吧。哦，一环来，还是垫上。看看这小两口干着活还说提起话来。二大娘，别开玩笑了。银花呐，要是担不动一桶，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巧根大，干起活来呀，可比他的腰板硬。要是累了，就到那石树底下歇会儿再干啊。银环说跑了，就算银环不光荣，那老体面就是嘛。那孩子真是，那人家不是才下来吗？对呀，平哥，要叫三乡五里都知道了，叫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说跑一个女学生，就是嘛。看看，啊，那留个大把还吹三吹了。耶，哎，大娘说的对。咱能打着气了你？赖青叔，啊，那俺是个闹着玩儿的。我就找年轻人。哭啥嘞？那是哭啥嘞？啊，我是打你了，我是骂你了，你哭？看看啊，都看看，还说人家一块娇气嘞？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一句小伙说，人家心里头不一定转多少圈了。哎，对对对，啊，那人家的脾气，嗯，咱摸不着，啊，那咱的脾气呢，人家摸不透，是不是？是不是？识字人跟咱不一样，嗯，人家能下来也就不来了，就不来了。对呀，金哥，也许咱这里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了。呀，那也许啊，他就没啥本事，是不是啊？我走了，干活去，干活去。这小孩子，干活去，来，都干活去，干活去，快走。哎呀，他真捣蛋呢，他。海大，哎，过来，过来，过来。
海大人，嗯，刚才说的叫啥话呀？这啥话呀？说的对不对啊？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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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对，加不对。真不对，人家刚出小校门来到山沟里，人生地不熟了，还是个女孩子啊，手上磨了泡，那身上也出了汗呐，啊，咱光东一句西一句往外撂了，都没有体验考虑考虑，啊，就别人也多挑两挑，谁都骄傲了，时候还长嘞，咱能办到的事儿，人家就办不到。那我错了，嗯。那我去给他赔个不是吧？去吧去吧。哎，那我去了啊！哎，我去了啊！慢点啊！哎，好。哎呀，小狗！哎呀，这是又哭啥了？来青叔、啊，那我也错了，啊、我也去给他赔个不是吧？中中中，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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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欢喜。上报。来请书去老侄子还非得你去劝劝他来他想哭叫他哭吧呀嘿嘿这叫啥话咱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呢还是让他来哭来这也太娇气了去听我来去咔咔咔咔快去快去来听，这我还不知道嘞，就认了那个。哎，我就给他说了两句笑话，他就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史书地就哭去了。你说，我说老嫂子啊，你咋那把壶不开，偏起那把壶嘞？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你偏说啊，还没有瞧着那摇摆影嘞！你看看看看、哎，那是啥就是啥，我不卷着舌头说假话。这不怕白羊灰，万事开头难。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看这就不容易。那我，哎，咱你可知道，咱从前使的是啥玩意儿？现在用的啥家具？这喷雾器、双滑轮、解放水车、扩斗机，再过几年呐，还不知道用啥嘞。咱可不能光想到这一张弦两把锄三头毛轮四头牛得走一步看两步心里想到第三步得往前看以后到了机械化电气化哪一样能少了识字人呢山沟里啊量不住来多少学生的说话得看看岔口讲讲方式你那个脾气啊也得改改了那不用说是我错了那事儿不大你看着办呗啊妥了请问人家赔不是了哎可有一条啊你可不能用刚才的态度哎我知道嘿嘿你知道我看不保险兄弟看看没敢我欠着货钱要俩钱的工我就知道那唱不了那这都看咱了啊给你赔不是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你硬换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硬换呐、啊、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大赶紧过来呀可没他的腰摆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史书地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这真没菜鸟嘞孩儿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咋了现在这山沟里取材了真了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瞧着他娘。墙上画马不能骑，镜子里的少兵不能冲击。他人在农村，心在城市，他眼里他爷的就没有看上山去。远走远在又何去，对他也不能太客气，光客气也不能解决问题。那好牛不挑不能打理，杨柳树不活可是长不起。你不能光说好不说他坏，有意见也可以。年轻人不知道那天高地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说他身子啊，现在这年轻人啊，他没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了蜜糖罐里了，就这还嫌不甜呢。这不老来请教我来团结团结了，那就来叫群里就叫我走了啊，走啊，哎，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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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吧？不累。来，趁热喝碗汤。我不想喝。欢，咋了？病了？没有。那是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敲针的腰板硬来。一换
娘，东边的恁大娘，西边的恁婶婶，见面就夸奖啊，一邻的又聪明，一眼明手快，心眼里能起的回算。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说个啥嘞？应唤同志呀，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应唤同志，你请坐。还是你请坐。银花呐，我这个人呐，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呀，我这张嘴呀，我水平不高，接着言谈更不讲方式。哎，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没有，那就请你原谅我吧。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那咱都原谅。银花呐，你真没生我的气呀、啊？真没有，你要真没生我的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嘞。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这一回可点着你的拿手好戏了，俺外甥在部队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行啊，那再写吧。好，哎。你写啥呢？
是说他对我开玩笑，他说我提掉了两条皱纹，在街上你应该咱村落户，高中成人上高你当了农民。那晚上叫个啥？叫纸枪。给，哎，你帮我念念吧。好。纸呛神儿，赖汉锦席，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众称我老当益壮，少爷们生产情绪异常高涨，丰收在望，万物新年。忘了？忘了。哎，你写上，我的身体呀，可结实了。这上面有吗？哦。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哦，野草王的苹果给他写上，受苦了的鱼呀，你也给他写上。哎，对了，再写上你也来咱村落户了。这不值一提，就这吧。那中啊，我走了。还是没听懂，也没团结住，真啰嗦。